海水湛蓝。天上的海水湛蓝，你微笑的嘴角弯弯，制造大的期盼，和你风消散。为了下一个拥抱，不再需要奔跑，把心再写轻描，一曲咏叹调。喜欢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挥手哦。让希望带着你进屋好像说一点点看到这真是上来的歌，谁在门口等待我，在这里沉浸和却又然无法形容，想做个惊喜王，我想我可能在扮演着属于他和他的角色，剧本却不记得心中书上飘了几个心意的想象的插着一些轻轻的悄悄的缓缓的告别了你给的生日快乐，一个走月下的黑水真蓝，你脸上的嘴角弯弯，其实他到过期盼剧本却不记得，你心中书上飘了几个心意的深深的插中一是轻轻的悄悄的缓缓的道别了你给的生日快乐，一个走月下的黑水真蓝，你微笑的嘴角弯弯，其实他到了期盼风消散，换下一个拥抱，不再是
个游戏叫 Prosecai， 然后我是里面的角色是花梨米诺莉。嗨，那我出的角色，相信在场各位应该比我更熟悉。请问我出的是？啪啪啪啪，能够啪的的巧克力。新番在成为僵尸前要做的一百件事情的战日月贤耶。欢迎，那我出的角色是手游《爱去偶像进行曲》的井川桃助，摸摸酱。好，那今天就是用这个 cos 的装扮来跟大家见面了，谢谢 DM 三角还有魔伴偶像的邀请。谢谢。那我们刚刚带来的歌曲呢，就是我们的原创歌曲。是海水正蓝，那我们今天也会带来就是动画相关的 cover 曲，然后跟我们其他的原创曲哦，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跟我们一起玩啊，一起应援到最后，谢谢。那接下来就是后面一首歌曲咯，交给两位。Thank you.
しも君が大事笑顔にさせてあげたい届きジュースにやばいって君のエイム熱いエイム絶対無駄にしないよハニカムピクニプリーよみがえれ
那我们接下来呢？接下来是活动宣传时间。花少呢，明天还有其他活动哟，是在 DD Fest 在点空间是晚场的活动。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11月18号的时候有一个登高健行。哇，哦不会耶， yeah, 一起去爬山。可以 FB 搜寻花少 Quarries 或者是 IG 搜寻卡纳萨库底线 Quarries 就可以找到我们咯。耶，那我们待会一样会有物贩时间，摊位就在各位的右后方，有一个魔法偶像企划，那欢迎大家来找我们玩咯。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带来的是我们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我们的原创曲。Turning color.
们以上，我们是花下 Chorus，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拜拜，拜拜，希望大家今天都玩得开心。